本视频由汽车是个女孩原创制作。考驾驶证的最后一科是安全文明驾驶，在实际驾驶中，为什么你老是被人别车？就是因为你有这几种开车坏习惯：强打远光灯，夜间行车最怕的就是迎面而来的车开的是远光灯。由于远光车灯超亮，与开远光灯的车会车时，驾驶员的眼睛由于强光照射，前面是一片茫然，极易引发交通事故。龟速行驶，开车中三心二意，打电话、玩手机，从而减慢车速，比步行还慢，让后面的车不胜其烦。乱开车门，不注意观察就开车门，最容易引发交通事故。特别是乱开左侧车门，突然开车门，让后车防不胜防。乱扔垃圾，开车窗扔垃圾是非常不文明的，有时垃圾会直接砸在后车车中，是不是就造成了两车的争端？雨天不减速，雨后马路上难免会有积水，当车驶过积水处时，由于路面不清，看不到实际路况，不减速通过很有可能造成车辆的损坏，再加上积水处有行人的话，急速通过会溅人一身水，这样是不是不太恰当呢？喇叭狂徒，前车行驶较慢，或者有行人通过时，喇叭按一次提醒以上足矣，不要不停地按。若遇上心理素质不好的人，极易造成手忙脚乱，造成不必要的麻烦。变道不打转向灯，变道不打转向灯，后车无法了解前面车辆的驾驶意图，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，非常容易造成交通事故。改掉这些开车坏习惯，做文明驾驶员。